在先爱上一切荣耀，得到拢有咱的天父，咱的上帝。南是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来到伊台湾，就无二百公义天堂教会会通伫二百公内面来设立。而且特别来感谢咱北门教会陈汝全牧师啊，正中执事会，因为恁的接纳，通予天堂教会会通正做台湾基督教会北门教会诶一个机会。也因为安尼，通正做台湾基督教会台北中会一份子，爱深深感谢。而且特别上感谢，爱感谢天堂教会所有委员以及兄弟姊妹，若无恁的担当，牧师是一个软弱的人，若无恁，这间教会袂通顺利来运作。对二月份设立到今仔日，这八个月来，咱的教会无论透风落雨，咱坚持伫遐来做礼拜。咱的兄弟姊妹对伫不要吟诗，不要祈祷，毋知影圣经是甚物货，咱已经渐渐的接触，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，了解耶稣基督的真理。而且我特别爱感谢我的牧师娘，感谢我的囡仔，伊会当接受安塞，因为一礼拜陪同着我去台南开车来到台北，伫这个所在来有份伫上帝圣工。台湾公益行动教会是一个无厝顶、无围墙、无隔断、无平时的教会。每一礼拜，我来通抬头来看见树木，看见上帝创造的世界，闻到香火的味，听到鸟只的声音，让阮搁确信台湾是上帝祝福的所在。虽然是安尼，总是这是一个使命，一个责任，嘛是一个冒险，嘛是一种的挑战。就亲像耶稣当时对彼得讲：“将你的船过到深的所在，最深的所在有最多的挑战。”都是阮愿意面对这款的挑战。阮全体公益教会兄弟姊妹，虽然多数拢也袂熟悉，多数并毋捌去过咱传统的教会。总是伫这个所在去做祭坛，每一个人拢愿意将因的生命、将因的时间来投入，而且学习，而且通过祈祷、吟诗来看见上帝伫阮的心上特别的呼召，甲阮的使命。因为安尼，所以今仔日咱的教会正做台北中会的一份子。牧师伫遮正式来就职，来正做公益行动教会牧师。我毋忙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我毋忙，咱所有公益行动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继续秉持过去咱所接受、所领受对耶稣基督照顾善良人、关心受虐的人。和亲密的得到欢喜，受压迫的人得到靠棒，这款福音的本质，我愿意继续来跑走头前的路障。而且嘛，望咱兄弟姊妹特别为着阮这间小小的教会来祈祷。恁的祈祷是阮的鼓励，恁的关心是阮向前继续迈进，阮福音传福音的力量的来源。特别来感谢这段时间，北门教会各位小会长执兄弟姊妹对阮的教会的关心。有时因嘛本身来参与伫阮的敬拜，
啊，让阮感觉真温暖，而且一边深深感谢，特别爱感谢洪德牧师、牧师娘、陈乐主牧师，因有缘，逐礼拜咧关心，啊，咱的蔡平平长老，逐礼拜对台中起来，咱的陈浩雄教授，逐礼拜对台南起来，啊，这拢是阮的教会上界忠实。上届晋江的工人，啊，特别咱蔡廷贵教授夫妇，伊是阮真好的帮衬。啊，伫这个教会，阮也有做做阮的兄弟姊妹，而且我都一边来称呼，一边来感谢。都是这个时阵，我爱请咱光义行动教会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拢站起来。啊，望咱兄弟姊妹特别给阮鼓励，特别。啊，我们支持，做我们团队，看看你所有的这些活动哈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呢，希望能参加哈，谢谢。